时间。可以开始。对，可以。可以啊。好，大家好啊，我是这个国政基金会教文组的召集人高永光。那今天我们的线上记者会啊，要讨论的题目是学校要复课啊，尤其是各级学校啊，那要恢复九月份的时候要复课，那到底准备好了没有啊？那复课有什么条件啊？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家家长们呢、也都很关心啊，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争论啊，究竟是学生呢12岁以上是有疫苗可以打，但是疫苗到底在哪里？那12岁以下是没有疫苗。那我们也知道说，如果小学没有办法复课的话，那家里呢一定要有人照顾小学生。那中学生呢稍微还好一点，在家里呢能够透过这个线上学习或自主学习。但是其实呢问题非常多。目前为止啊，教育部曾经对外讲说九月份呢要复课，那到底做好了准备没有啊？那我们很高兴啊，今天我们这个线上啊，目前的这个来宾啊，在立法委员部分呢、我们德伟李德伟李委员在线上啊，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听众啊，跟观众啊，先问好一下啊？德伟在吧啊？谢谢你啊。那我们请的专家学者、有吴秀梅秘书长。他是我们中华民国学校卫生护理学会的秘书长，还有老朋友啊杨怡峰杨理事长啊，他是台湾教育人员产业工会的理事长。另外是我们罗慧群啊，很谢谢啊这个罗护理事长啊，他也是心理咨商师啊，是中华民国咨商心理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的这个护理事长。那我想这个我就话就不讲太多哈，还是让给我们的立委跟专家学者来表达你们的看法啊。我不晓得谁要先就这个学校到底有没有办法复课啊？那这个复课有什么一些的这个问题要解决，家长才会放心啊？你把小孩子送到学校去，然后事实上你不放心，可是呢摆在家里呢，有人要在家里照顾这些小孩，他也不放心。那爸爸妈妈呢，我们也知道目前呢几乎都快疯掉了啊，有很多的这个混乱的状况啊，所以我不晓得是那个李委员，因为虽然立完现在休会了，但是因为你对这个政府的政策方面呢应该会比较知道，要不要先跟我们讲一下，看看你对这个复课复学啊有什么这个看法，好不好？李委员。报召集人啊，我想以往都是立委因为赶着忙嘛，所以都是我们先讲，是不是今天让专家学者后讲？我说可以啊，德维在后面讲，因为我也要全程聆听这个，好不好？好，那我们是不是那个秀梅秘书长，我们 Lady First 好不好？好，谢谢主持人，还有各位与会的专家学者，还有我们的立法委员，大家早安哈。那我就代表中华民国学校卫生护理学会来担任这次的我们的复课你准备好了记者会的一个发言齁。那我本身是在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担任学校的护理师，那我们理事长因为他是已经退休的护理师来担任，所以他觉得他现在没有在职场，对职场的这个目前的防疫状态可能不是那么清楚，所以他就请我来代表。那我也收集了我们学校卫生护理人员的姐妹们的一些意见跟声音，想说在这里来传递我们第一线就是学校的第一线的护理人员的一个心声齁。那我们都觉得学校的防疫非常重要齁，学校的防疫非常重要，学校的防疫非常重要，一定要讲三遍，因为真的非常的重要。然后因为涉及不同的层级，那其实有两个点，如果这两个点做到，我们就可以很安心复课。一个就是有产生抗体了，大家都有群体免疫了，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复课的前提。第二个是如果万一没有办法达到群体免疫的时候，那是不是
在校园的群聚怎么样去避免，那尤其是住宿生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做一些预防性措施，比如进行一些快筛。好，那我现在先从这个抗体这个免疫这个来提我们的立场跟观点哈。那目前为止高中以下的教职员工已经开始在施打优先施打疫苗，那大专院校的教职员工并没有被列入。那大专院校其实年轻人对象是学生，学生是年轻人，其实他们活动力非常的旺盛。那从这段期间疫情期间以来，很多大专院校一旦有一个学生尤其他是住宿生确诊，其实他之后要框列追踪的名单，就我们自己在我们会自己先做演练哈。那我们演练一个学生他如果确诊，其实至少他不是住宿生，就上课的那个群组大概200个人哦。一旦一个学生确诊，大概就要框列200个人。如果说他是住宿生，那框列的就又更多了。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就是大专院校的教职员工是否可以在开学前2周完成这个疫苗的施打，至少在这些服务的就是师生们就是教职员工能够得到一个抗体。那学生当然是目前已经18岁以上可以做一个意愿的调查，但是也看是不是可以在开学前可以排得到。那至少教职员工这个区块是否可以让大家忧心。那可能会有人提说，那现在50岁以上可以施打了，可是其实大专院校现在的服务的教职员工的年龄层其实是在是算年轻化了，所以像以我们学校来讲30-40岁的人其实居多，所以他们一直很紧张开学之后他如果还没达到怎么办。这个是大专院校的部分的疫苗的施打。那另外那个高中职以下，那现在老师跟教职员工都有施打疫苗了，那因为12岁以下目前还没有办法施打疫苗，12到18还在等那个 BNT。 那我们期待家长12岁就是国小以下国小未接以下的家长是否也可以优先施打疫苗，那是不是就会有一个群体免疫的效应，那这小朋友就是他的周遭他受到环境在家里跟在学校其实都跟他接触人都已经有打疫苗了，所以他可能被感染的几率就会下降。这个是疫苗这个部分。另外就是在那个住宿生的群聚那大专院校的住宿生的群聚就是前阵子也有几个学校有这样子的案例，那真的一旦一栋宿舍每栋宿舍都住200-300个人以上，那一旦有一个人确诊，那整个宿舍人都要再做一个就是在做快筛。那为了让大家安心，我们期待就是住宿生是否可以由政府机构来提供一个快筛，因为其实很多大专院校现在其实都很头痛，就是期待做快筛，可是钱从哪里来，那所费又不知，所以期待说没有做快筛怎么去做到避免群聚。这个是就在那个校园防疫的学校护理师这边，我们期待的是能够做到这个双重保护，若这两个都做到了，其实复课应该就是没有问题了。那以上就是学校卫生护理学会这边代表学校护理人员我们的提供对复课的期待能够落实。谢谢。好，谢谢这个修梅秘书长。那这个当然这个讲得非常有道理的，就是说假定这个12岁以上，那我们讲说如果连大学生也算的话，那么到22岁如果都能够打疫苗，目前虽然说有些县市对于这个高中以下的老师都已经在开始优先施打，但我知道有不同族群有不同意见，那这里我还是要呼吁一下这个社会，因为这个谁先打疫苗那这个里面充满了一些的这个整个的社会价值啊、产业结构啦、然后这个道德的标准嘛，当然绝对是不能够有特权疫苗，但是呢，也希望说
家长们去想一下，因为如果是十二岁到十八岁家中有学生的爸爸妈妈，那原则上大概都是介于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是我们社会整个的这个劳动人类主要劳动市场里面的劳动力。那如果说他们因为在家里照顾孩子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出来工作，这个对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会发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虽然有人不同意说高中职的老师跟高中职以下啊，就是整个中学的学生先打，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呼吁啊，就是特别是刚刚这个秀梅秘书长所讲的啊，你要达到集体免疫的话，那才可能这个学校能够获选嘛啊，但是你要集体免疫的话，疫苗当然要够嘛啊，那现在这适合打的啊，十八岁以下，然后十二岁到十八岁之间打 BNT， 所以 BNT 赶快要进来啊，那这样子至少中学这一块就可以达到集体免疫。那第二个最重要的东西，当然就是学校的卫生设备啊，说老实话我是很担心的啊，因为以我所知道的，因为我好多朋友都在国外啊，他们的小学中学他们并不是说学校说封就封，因为有一些很特殊的学生他还是要回到学校，所以学校里面有很多的措施啊。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他们吃饭的时候啊，都是集中在这个大的体育场里面，室内体育场里面，然后都有隔板有隔间的啊，那每一个人对的方向啊都特别要求，而且不能讲话啊，所以这样子呢，特别是吃饭，你吃完之后然后就赶快离开啊。那这个他们也都考虑到，像美国欧洲他们也都考虑到，到冬天的时候啊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因为冬天室外如果下雪的话，那你就在室外就没有办法这个做任何的活动啊。所以学校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啊，可能欧洲现在是做得非常好，就是刚刚秀梅秘书长所讲，学校里面的这个管筛他们是做得非常频繁啊，有的大概三天左右啊他们就做一次筛检，那有筛检那化检有这个阳性的话，那就赶快处理啊，那就框列该框列就框列。所以学校里面情形事实上是非常复杂啊。那这一部分我们看到，我自己看检视这个目前我们教育部所编的那个纾困的那个预算上面啊，事实上是并没有这个筛检的这个费用在里面啊。那这个部分如果说我们的中学甚至于小学要复课的话，那假定说三天要补筛一次的话，那但是费用从哪边来啊？这个你不能说叫学生自己就付过学生的家长付，那是相当大的一笔的这个费用的支出啊。那这部分我不晓得德伟是你这个政策会不会比较了解一下，然后可以跟我们先讲一下，让我们的来宾们先参考一下。德伟有没有麦克风没开？哦，对，好，谢谢。那我想刚才高老师也特别提到这个部分啊。我想因为相关的预算在不管是防疫的经费，在教育部的这个部分啊，我想当时都有做一些框列。那当然也现在就牵扯到就是大学，刚刚提到大学这个部分，关于学生就是做快筛的这个部分啊，我想我们都可以来提醒教育部在这个部分等于说提早来做一个因应跟准备。因为毕竟假如九月多，当然大学开学稍晚一点点，那是不是就可以跟各学校相关请他们提出来做一些不管是全额的补助甚至于部分经费，因为当时8400亿的经费通过的时候，现在还有1600亿没有真正提出来用法，但其他的部分各部会都已经提出来了。所以在关于快筛经费的这部分，我想就如同我说我们副理事长特别提到的，我说这个部分我们也来跟教育部反映，希望他们也提早通知学校，让这些尤其有各大专院校有相关住宿的相关的做一些因应跟准备，这个我们来提醒好不好？ OK， 好，谢谢德伟啊。那目前在线上还有我们这个全国这个諮商心理师工会啊，那副理事长就罗慧群，慧群兄。哎，我想这个大家关在家里啊，这个五月中旬到现在啊，那不要讲说这个一般的民众了啊，学生全部都关在家里面，那都是线上教学，线上教学啊，引发了很多的问题啊。那我举一个例子就好，我有一个学生是上家教的啊，那学校一停课之后啊，他这个家教的课啊，
家长就要求他增加啊，一增加为什么？因为学校的课程呢，事实上在线上教学上有他的一些的困难。我讲大家都知道，在这里引起的初期引起的混乱，那么我是觉得是一片混乱啊，因为有很多东西都是仰赖有一些的这个老师啊，那么他们所组成的一些群体啊，彼此之间互相支援。当然，我们在这里很感谢全国的老师啊，他们在最快的时间之内啊，就做了适应，然后把这个线上教学做得不错，而且有一些群体啊，有一些这个社群网站，他们互相支援。但是实际上呢，在整个的这个居家学习、线上学习这个部分呢、啊，那么也经过相关的这个有关的教学教师等等的这个社会团体的，他们做了调查啊，这个学生的这个情绪啊，事实上是很糟糕，五味杂陈的啊，什么东西都有，也会沮丧的啊。当然里面又有少部分觉得说蛮好，他很自在啊。不过看起来啊，负面的情绪比较多啊。那这部分呢，我们知道教育部素来在这个学生的这个諮商这个部分呢、啊，是相当不够的啊。所以这部分究竟在开学之前还能做什么？然后呢，能够做好准备。那复课之后呢，很明显的，它一定是混合式的教学，也就是说，如果一有状况一框列的话，有些他就是要在家里线上学习啊。那这几天台北市也讲啊，那台北市讲的方法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啊。报纸上也讲说，他搞不清楚这台北市怎么想法，就是怎么样子这个混合在一起啊，多少人回到学校，在班上大概室内就只有可能五人嘛，那其他的一个班，我们学校平均现在大概说是30个人上下左右了啊，那其他有20个人或25个人就必须在家里，那这个引起的家长的焦虑啊，这个所有心理的这种状况，还有学生的心理状况，这心理諮商这个部分，到底教育部啊，还有这个各地的教育局啊，教育部班不能甩给各地的教育局啊，而教育局也不能说、啊、这个都让每个学校去解决啊，那学校事实上没有这个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个慧群兄是不是就这方面呢、啊、给我们一些意见啊，让这个教育主管机关不管中央跟地方啊都能够参考一下，好、哦、拜托一下来慧群兄。谢谢高召集人哈。然后我想我自己也在大学有任教，然后刚好我家里面呢，我也有两个在国小的一个孩子啊，所以基本上我自己大概两个层面都有一个接触，一个身为老师或身为一个学生家长的部分。那我想刚刚高召集人讲的，其实那个部分对我来说哈，我们参考了很多国内外的研究，澳洲、欧洲的一些研究，其实大概都可以有一个概念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呢，甚至像我们台湾是在这5月开始哈，真的有进到一个比较所谓的3级啊，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好像大家都要居家上班、居家上课这个部分，其实在很多心理健康的研究都已经有确认，就是说民众在忧郁跟焦虑的一个状况都是提高的。那也因为说大家都必须要在家待在一起啊，少了很多纾压的管道。以及我们在这个相处的时间增加，其实我们的这个家暴的通报量其实也是增加的。那复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刚刚其实已经有讲的是那个疫苗的部分，但对我来讲，我觉得政府会需要再多加一点加把劲去好好的去针对无论老师或学生在心理压力的这个影响。其实像刚刚这个高召人讲的，其实在老师的部分压力也是十分的大的。其实像这一次这个突然间3级，然后很多的各学校的老师都必须要转换成线上教学。其实研究里面告诉我们说，虽然说我们好像科技是一个便利的一个措施，但是实际在一些教学上它可能需要是例如说像体育相关的一些活动，或者是必须要实作类的这些活动，它其实是无法透过远距的方式去执行的。那我们也有观察到我们很多的学生其实在家上课这件事情，其实很多的家长可能也都快要气疯了，就是很多时候家长的反应都会是为什么我的孩子在家没有办法好好上课。其实我想并不是要责怪孩子，但是你想想看，在家里面本来就不是一个上课的一个环境，甚至在家里面他有很多例如说他自己的一个休闲活动，他的玩具啊，他的房间这个地方原本就不是拿来上课用的。所以当初其实我们在讲线上上课的时候就有说一些仪式化一些让他有一个在家上课的一个氛围要创造出来。
但其实你看过了，也许在九月以后，大家又要回到学校。我想第一个部分要先跟大家提的是，无论是老师跟学生，都会遇到一个所谓的再回到学校，我该如何去 follow 学校的一些规范。其实像刚刚，其实无论是刚刚的吴秘书长还是高召集人所讲的，九月回学校以后，一定会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很多不便的措施会出现。这个跟过往学生或老师在学校生活或者是上课，这种所谓的教学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对于学生来说，我一定要先跟大家来报告，就是说在学生的部分的压力会有哪一些哈？其实很多像我们这次很多参加大考的学生，可能因为教学进度的落后，他可能产生了很多的低成就感、自责感、焦虑紧张感，其实也是上升的，甚至有很多的一些科目教学是无法透过远距完成的。那再来第二点是说，学生其实因为呢在家上课这件事情啊，例如说我们会关注到使用平板啊、电脑啊、用眼过度这件事情，然后睡眠的部分，然后没有仪式感，造成大家在上课的那个所谓的连结度不高这件事情。那其实国外的研究也告诉我们哦，在复课的时候也许会出现过往比较没有出现过的一些比较激进的行为，例如说很多的孩子因为习惯了在家上课，可能有些时候东摸摸西摸摸玩一下手机等等，因为老师不在现场看不到，所以那个连结参与动力的感受是比较低的，也有可能在家里已经习惯了玩手机这件事情，不专心跑动这件事情，也许也会因为复课以后回到学校，可能会造成跟老师之间的一些冲突。那当然我们的孩子也有可能在这些疫情期间啊，我们的这个孩子的家庭里面出现了一些工作或经济上的压力，导致于我们的学生也同样承载了所谓的疫情期间的负面的情绪。那还有一个部分其实也要跟大家来说明，就是说其实像英国很多的研究哦，在他们等于说回到学校上课或回去上班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在人际关系还有社交能力这个部分，其实需要做一些很有应该需要做一些调节的。因为其实我们在家上课，其实你就是面对的平板跟所谓的电脑，你是缺乏了很多跟你的同侪跟老师互动的机会，所以那个疏离感其实也很多会引起所谓的情绪上的一个所谓的负向的情绪。那这个东西其实在国外其实都提醒我们哦，在复课这件事情哦，就像刚刚高召集人所讲的，学校的辅导资源、諮商资源够不够哈？其实像去年我也来这边参加过记者会，在讨论大学生哈，就是諮商的这些议题，我们就在做了一个应该一个盘点哦，无论是大专院校还是高中职以下的辅导人力，都是一个不足的情况，这是第一点。再来是其实你在因应复学以后，就像刚刚也有前辈们讲的是，如果今天有人确诊了，整个班级要被框列，甚至会陷入那一种这种确诊的这种紧张焦虑里面，这个辅导人力该怎么样调度，甚至我们讲所谓的多元处遇这件事情，学校有没有准备好？今天不是所有人都回到学校里面就按照以前的模式，我们并不是回到以前，而是会进到一个疫情后或是疫情的一个所谓的开始解封后的新的生活。那个部分其实对我来说，你有没有去做这方面的盘点，我觉得是重要的。除了人力盘点以外，我们其实最近一个比较夯的一个话题就是通讯心理諮商这件事情，你的学校有没有相关的硬体软体的设备，有没有相关的可以多元处遇的设备，学校准备好了吗？我们的辅导人力在相关的通讯諮商的训练以及相关的一个所谓的諮商的能力这件事情有没有准备好，这个其实并不是我们说有就有的这件事情。当然其实也要特别的小心，其实大家都处在一个高压力的状况底下，无论是老师跟学生都一样，我们也还是会面临到像去年类似的所谓的大规模的自我伤害事件，那我们的人力够不够？那我想提另外一个部分是在老师，那其实老师的部分，澳洲的研究告诉我们，老师在经历过这一段时间的
所谓的疫情期间的这些通讯教学、哦、其实非常的疲惫，也非常的耗解，压力跟负向的感受都是提高的。很多老师其实常常会来跟我们讲说，很多时候他们过往在课堂上可以跟学生互动的方式，其实科技虽然说可以好像部分的去协助，但是实际上他们的感受还是跟学生是比较疏离的，甚至学生课堂的参与度这件事情其实让老师们的士气非常的低落、哦、这其实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一个问题。那当然不好意思，当然很多的老师在过往那段时间、哦、也产生了很多科技使用上的挫折，也在教学方法上呢需要有很多的改变，这些都是形成老师内在的一些焦虑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也有听到很多的老师会告诉我们说，其实工作压力其实是变大的，甚至是工作的工时也是变长的，这些东西其实或多或少都带给我们的教师们一些新的挑战。但是我在想，那我们的主管机关有没有提供我们这些第一线的老师们啊、第一线授课的这些教师给他更多的支持、啊、甚至我们常常讲说，其实在学校里面、啊、往往、啊、还是有所谓的这个 KPI， 还是有所谓的这个教师的这个教学的、绩效表现，这些东西有没有因为疫情大家都在处在一个困难的情况底下而有所弹性调整呢？或者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先将老师们去熟悉所谓的线上教学，或者复课后要去面对的可能染疫，可能各式各样的学生跟教学的实务的改变，能不能够先放宽一点弹性，让老师们能够喘息。那当然回到我们讲心理諮商这件事情、哦、教育部在2019年、哦、已经有一个所谓的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的运作，那其实非常新，109年才开始。所以我也在想，是可能也要请我们的委员、啊、能够针对所谓的教育部的这个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的运作方式、人力配置，还有我们在讲疫情期间也好，或者是现在复课之后，对于老师的心理支持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可得性是高的，甚至隐私的保护是安全的。其实在我们很多的公务系统里面、哦、这一些所谓的提供心理支持的服务通常都会有几个、比较有问题的地方，就是使用率不高，因为大家会担心我去做諮商了，我去使用这个服务了，会不会让我的考绩出现问题，会不会有保密隐私上的问题，这个部分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它会需要一个更缜密的思考跟更有效的一个制度，才能比较让老师们愿意去使用这样的资源。那最后呢，我想说其实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呢我们刚所讲的是老师跟学生，中间还有一块很重要的族群是家长、啊啊、其实我们在讲这个五月开始以后改成线上教学、啊、很多的家长也开始变得说，哎，奇怪啊，我现在已经是在家上班，我还要在家当老师或者是监督孩子上课这件事情，家长也有很多很多的情绪，那这当然这些情绪就会堆积在学生的身上，也可能会反映到教师的身上。所以其实在这个环环相扣这个教育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我在想可能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参与的一个角色、啊、学校的高层啊，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啊，学生本人啊，家长，还有我们的第一线的老师，甚至新的教育的一个文化，教育的一个系统，可能都会要因应这个疫情后的这个状况能够产出一个新的调试了。但我想在这个过渡时期啊，复课前可能还是要让大家针对这个议题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找出一个更有办法面对未来这个所谓的跟这个病毒共存的这个世界、啊、我们如何去调整我们自己的一个教学的一个风格。好，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好，谢谢慧群这个理事长哈、啊。那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就是我们虽然口口声声的说，不管朝野啦，或者是说社会对教育都非常重视了，但是从这个应对上面来看啊，你看这个像美国的这个做法，因为它美国是有学区的，所以它是学区里面社区跟学校，然后跟政府单位啊，它有一个结合的一个互相辅助的一个系统来帮助学校啊，
所以社区的力量实际上是非常大，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体制不太一样啊。那么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我也在很多地方呼吁过，因为联合国是做了一个统计，就是2020年呢、啊，老师跟学生受到学校封校的一个影响，然后学生在家里大概有68%左右的这个学生都受到了许多负面的影响，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啊。像墨尔本、澳洲也是这样啊，墨尔本已经4次这个封城，所以他们在封城过程当中啊，事实上他们的这个教育呢，在墨尔本这个城市本身的这个层级啊，市政府里面这个层级啊，他们有特别设一个有关教育怎么去这个面对疫情的一个相关的委员会啊。那我也呼吁过说，像教育这个问题啊，事实上应该是在行政院这个层级里面啊，设一个特别委员会。英国在内阁层级里面，它事实上是设了一个有关新冠疫情的一个教育委员会啊，这个委员会层级是非常高的啊。面对所有的问题，就刚刚我们这个辉群兄所讲的啊，关于这个学生跟老师所受到的心理的问题，还有家长心理的问题，事实上他们都列在这个里面去做处理啊。那美国是有很多的这个类似您所讲的有一些 KPI 的东西，有这 K12 什么计划书，你点到网站里面去看啊，每一个这个城市，它美国是以城市为主，点进去它都有一些那个 instruction 在里面，它可以告诉你一点、两点、三点要做什么东西啊，包括这个家长所受到的这些压力啊，那你要寻求什么帮助，上面都有。所以你可以看到别的国家，尤其是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教育一影响下去，它这个对后面的这个影响，包括经济、包括社会冲突、包括阶级冲突、贫富差距啊、社会不平等等等之类的啊，那所有这些问题都会产生出来。所以他们是事先都有看到，这才叫超前部署。所以我讲了好多次啊。那么这个部分特别上次那个我们上次的记者会，那个易峰理事长啊，他有特别提到。说你不能够说中央甩锅给地方，地方甩锅给学校啊，那学校的这个有关的这个卫生安全的问题啊，也是叫一个学校他自己去解决，实际上这个可能做不到的啊，没有一个，不是哪一个学校，尤其是非三非四的啊，当然尤其是这个偏乡，但是学校本来资源就不够了，那有的县市的资源也不够，那你怎么让学校去个别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互学这个问题啊，学校的这个卫生安全这个部分呢、啊，我们也希望委员能有机会啊，在这个督促政府部门啊，你要拉到这个全国的层级上面来看。那刚刚这个辉群理事长特别提到说这个要盘点啊，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听到任何的消息，至少报纸上面并没有讲说教育部有要各级学校啊，就某一个特别的项目去盘点。我知道的状况是我很多的这个学生呢、啊、都是在学校，大概至少有200-300个都在学校里面教书啊，那他们也都收到很多的这个教育部的公文，教育部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公文给学校，然后教学校说你要注意什么，你要注意什么东西，然后接着他就不管啊，所以这个事实上是不对的东西。那这部分我知道这个易峰兄啊，这里你接触到很多的老师，也接触到很多的家长啊，也接触到很多的学生啊，那上次也提供我们很多的意见，易峰兄是不是就九月如果要复学的话到底怎么办啊，什么状况之下老师也放心，学生也放心，家长也放心，啊，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意见？什么状况之下才能复学？哎，麦克风没开。还是没听到，麦克风没开。哎呀，好，开了。嗯。可是声音没听到。嗯，自己。自己的嗯，一峰那边我们声音还是听不到。要不要麻烦你检查一下那个声音的系统？哎，听不到。那重新。他重新再登录好吧？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德伟要不要补充几句？是，好，谢谢召集人还有各位专家学者啊、哦。我想德威这边的了解啊，就是现在对于复课的部分啊，我觉得各县市的家长的感觉差异非常的大，因为某些疫情比较和缓的县市啊，
感觉起来，家长跟老学校方面的担心跟顾虑啊，就非常的弱。但是以双北市以及比较大的县市来讲，那很可能这危机感就比较强。所以到目前为止，当然我们希望教育部能够针对整体来做出一个未来复课以后的相关的盘点。刚刚我想大家都有提到这一部分啊，因为当然不止学校，包含安亲班，包含补习班的部分啊，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我们倒是建议，我想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在立法院，我们也会给教育部一些建议啊，希望他们在未来就是开学前能够把未来应该怎么做的东西，除了该做的事情做好以外，但是假如一旦开放了复学又重新上课了以后，那遇到了问题要怎么样解决，那相关单位怎么样来协助的这一个部分啊，就是必须要能够给予有完整的一个 SOP 给所有的学校。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说明对于家长来讲是一个安心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啊。另外我想当然也讲到了，由于这一段时间线上教学的确各县市甚或各学校有很多的差异性啊，所以在于补救教学的部分，当然我们也建议譬如说在小学的部分，由于礼拜三的下午现在所有的公立学校其实都没有上课，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到时候所谓的补充教学或哪一个部分必须要加强的，也许各县市可以来做参考。那另外刚刚讲到心理的问题啊，我个人注意到一个问题，当然也许是我自己接触到的一些小朋友啊，那大家对于这个因为疫情而没有毕业旅行，没有参加到毕业典礼，甚或莫名其妙的，不能说莫名其妙，应该说甚或就最后就草草了事的，最近被老师通知到学校把所有的物品啊取回来，那大家就觉得譬如说他的小学的结束就是这样，他的国中生的生涯的结束好像就是这样，所以对于他们的心理上啊也的确让这些同学感觉到非常的闷啊。所以这个部分我倒是觉得是不是我们教育单位能够在未来里面做一些努力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对于小朋友是有一些相关的帮助的。那当然讲到最后就讲到刚才最前面我们副理事长提到的关于大学部分的疫苗的部分啊，我想这一点大家也是非常关注。那现在各县市国高中小的不管是老师跟教职员打疫苗进度也还不一啊，所以当然我们也还是在这边我们可以继续敦促教育部能够在开学之前让至少让所有的老师们包含我想大专院校的这个部分能够注射完整的来注射这些至少第一剂的疫苗啊，因为的确疫苗到货率比较晚，所以如何来在学校这个部分做好防护，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非常瞩目而且期待的事情，我们在立法院也一定会努力的来做好，谢谢。一峰兄又重新加入了，我不晓得你试试看，一峰你们刚刚本来是你的 turn， 你要讲话，一峰，对，可以听得到，听得见的哈 ，OK， 因为常常会突然秀的要重新加入 ，sorry， 那个刚刚特别提到就是有关于学校现在复课的问题，那应该这么说，其实昨天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科P突然放话说我们可能要进行混成教学，于是大概全国的新闻大概都跟着这个东西跑哈。但实际上大概有几个部分可能要再厘清了，第一个部分就是认知上面，也就是大家的心理状态准备好没有，我想现在很多的家长他现在其实非常期待赶快复课，那里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线上教学的成效其实真的不太好，那这个倒不是我们老师的问题，是目前根据像 UNICEF 的他的研究，全世界只要进行线上教学大概成效都不太好，那因此家长们就很希望哈，在乎学生学业的希望赶快回来，另外一类则是可能就是他自己有工作的问题，他根本没有能力看小孩的，希望他能够赶快回到学校来。那老师这部分其实现在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哈，因为其实线上非常辛苦，老师们都期待能够进行实体上课，
但是实然上，因为如果真的要问我说其实到底准备好没有，我必须承认，叫做目前大部分的老师大概 90% 以上都会认为其实没有准备好。那为什么没有准备好，大概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开始思考。第一个当然又回到疫苗，那疫苗目前政府讲是够，但实然上到底够不够，你可以从它施打的速度跟它施打的量上面来判断。举例，目前老师到现在为止才开始准备施打第一剂，那么到底能不能在开学前施打第二剂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现在似乎大家都已经因为那个封太久了，似乎已经自我催眠跟麻痹，好像认为我们施打一剂大概就已经是无敌铁金刚了。但实际上所有各国的研究都会发现，原则上西欧所有的国家开放前老师一定要施打两剂。那前两天大概一个最新的研究出来，其实很不幸的，叫做如果是回到现在 Delta 病毒的话，我想现在全世界最有资格讲这句话的应该叫以色列，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就不再赘言了，因为他们的普及率非常高。那他们的研究结果叫做针对 Delta 病毒，原则上现在不管是哪一种疫苗，即使施打两剂，它基本上来讲等于它打了跟没打的那个离病结果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甚至重病率都不会降低。那这件事其实目前现在等于全球哗然，那因此我们可能必须要开始重新思考一下，就是一些国家实务上研究的结果，也就是不能再听疫苗公司怎么说啊，我不是单指高端，我的意思是包含连 BNT 或莫德纳他们现在的宣传跟实验上的结果我们可能都要留意一下。那目前对我们比较乐观的是，譬如说像荷兰的研究，荷兰的研究是老师如果施打两剂之后，基本上来讲目前假设不是 Delta 病毒的话，大概有90%的防护率，可是如果只施打一剂它会不到30%。我想不到三成是什么意思，大家我就不用再赘言，这样大家可能就理解到老师为什么认为其实政府没有准备好。因此我们还是强烈呼吁，基本上来讲疫苗没有充足之前，我现在讲充足是指包含复课前能够施打完成，可能还是要留意有关于真的回学校上课这件事情。那么再来，就算老师施打完两剂了，那学生呢，刚刚其实召集人也特别提到了，那12岁以下又怎么办。那目前我刚才提到家长的心态里面，其实最需要送回来的一批人反而不是青少年，反而是那种越低年级的，越他认为没有办法顾的。所以譬如说现在第一阶段幼儿园先复课，那幼儿园的老师现在跟我们的反应是他们心里面非常紧张，有的还半开玩笑，或者他根本不是开玩笑，一直在请教如果真的不幸染疫，因为他们现在大概也只打了一剂，那是不是国家会有国赔会照顾他下半辈子。那我真的觉得这个部分几乎没人讨论，大概不敢有人这样去对医护人员做这样的实验性的处理。但是现在目前国家似乎要把老师拿来当大型的实验品种，这是老师们非常焦虑的。那再来就是老师现在更焦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假设这些东西都 OK 了，回到学校，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清楚了，学生在没有打疫苗的情况之下，规则到底怎么进行，这是目前老师比其他什么设备什么都还要更焦虑的问题。简言之，我上次就讲过，学生是最没有规矩，而且也最不是最注重卫生的一群人。 maybe 他们就觉得因为没有那个社会经验在，他口罩只要不舒服他就拿下来，这已经是最低的东西。你叫他不要群聚，我说粗鲁一点，那见鬼了嘞！他回到学校就是准备群聚，怎么可能不跟你群聚。那这些东西到底中华民国政府有没有想好未来的规矩要怎么建立，我想我这里必须要郑重呼吁，就是一些以往的人权团体不要再说粗鲁一点打嘴炮了。以往都强调说啊，只要学生没学好，只要学生有问题都不应该用处罚的，因为都是老师没教好。那这次经过了一段时间停课，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你 one by one 都不见得教得好，我的意思是父母，那更何况一群人在那边的时候，学校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之下，你最多只能说，那说如果学生会听，说实在的其实也就不用什么其他相关的规则，社会也不用建监狱了。我的意思其实很简单，未来学校如果学生不听老师的，他就是不戴口罩，不配合相关的防疫措施，到底怎么处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是不是罚钱，你是不是就一定开单给父母。再来第二件事，可不可以因此就强制隔离，可不可以处分他必须离校，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问题，因为他其实会担心的不只是老师，是会造成其他学生的感染风险。而这件事情目前政府没有人敢出来说清楚，甚至他连想都不敢想，因为最全世界最他最不敢得罪的大概其实就是
家长吧，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可是这件事如果不处理，我觉得就会出现像现在很多先进国家已经发生的事情，叫做一复课没多久马上就又开始封锁。那从去年10月开始，很多学校很多国家受不了，有 50% 的国家全面开放的结果，后来大概都不到两个月就又开始全面封锁，就是这个原因。那现在韩国的事情我想我们都看见了，那马来西亚的我们也看见了，所以这个我就不再赘言了。那再来我还是要呼吁的一件事情仍然是设备，目前仍然没有看到哪个学校的设备是政府愿意无条件提供完整的，包含我讲的最便宜的隔板，到目前为止从号称最富裕的台北市政府到刚刚讲的不三不四或者是偏乡，我偏乡可能有，对不起，我可能不知道，目前我得到的资讯是我们在全国各地做调查，没有哪个学校说这部分的设备都准备好了，大部分的地方政府仍然要求学校自行准备，并且强调拨给学校的经费里面请学校自行运用。那当然本来就有一笔钱是运用用的，但是那笔钱跟中华民国政府现在列为相关防疫措施的那整笔经费而言，那不叫杯水车薪啊，那个可能是9000牛一毛，简单讲根本他没有能力一个一个去把这些设备都装置好。我真的建议他应该比照一下先进国家，把这些设备通通都在开学前盘点完送到学校，让学校真的有办法能够至少有隔板有防护装置的情况之下再来处理。另外就是目前可能要需要委托学校处理的，也就是比如说将来分流之后回到学校，即便分流回到学校之后场所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施教场所相关的一些问题，有些国家一定只在户外施教，这些东西其实又回到刚刚讲的规则，其实如召集人所言，他其实你叫学校自己去处理其实就是甩锅。因为为什么甩锅？因为我敢保证学校不管怎么处理，家长只要有将来只要有家长反弹，那么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一定就说那就是学校没处理好。那如此会不断循环的结果，我不如建议请中央跟地方政府就一个一个交代，你就是在哪里教学校应该怎么隔开。所以昨天虽然柯P抛出那样的一个风向球好像大家都有点惊悚，但是其实我倒觉得他是负责任的，因为至少基本上来讲大家开始思考，那我们真的想复课的话有哪些东西必须要准备。那最后一个依然就是重复的呼吁了，就是有关于专业资源系统的问题，学校现在医护人员相关专业的医护人员到位了没有？大家都知道尤其是越低年级现在越想要开放的就是中小学幼儿园，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只有一个护理师在，那么他是不是已经受过足够的训练，是不是有足够的其他支援人员？因为以往在平常时期成平时期一个护理人员或者绰绰有余，现在是不是应该要轮班，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专业人员支持系统能够人力能够进到学校？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反而是为了施打疫苗这些人不断被抽调到外面去支援，学校现在反而是半真空状态。当然如果真的复学后他们可能会回来学校，但是我觉得人力是远远不够的。那另外就是刚才召集人已经替我们讲到的专业清消人员，那么这些东西一些简单个人装备的维护，譬如我经常讲你如果国家真的采购隔板之后，我们老师有能力叫学生定期清理隔板，当然不需要专业清消人员，但是大环境的清消或者像刚才特别提到的如果学生染疫之后一条龙的整个的 SOP 学校应该怎么处理，其实我真的必须要强调现在是负之缺如，几乎都是老师个别在网络上找资讯在假想万一我的学生在复课之后不幸染疫应该怎么办。好，那这个我觉得都是基本上来讲其实应该中央政府要统一而且简单的 SOP， 不是又发一本厚厚的 call 然后告诉你说你就去看清楚，只要哪个地方没看清楚就是你学校或老师的问题，那当然老师这样就不敢开课。最后一件事是替家长讲的，因为今天没有家长在，其实家长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大概也理解按照现在各国的趋势跟经验即使复课都必须先分流而不能全面复课，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到底谁可以来谁不能来？而实务上目前各国的经验也呈现通常分流之后第一批到校的都是属于比较社经不利的家庭，我想我们也可以理解而不是刻意的标签化。那因此老师在施教上面就会出一个问题，也就是所有的进度会往下，因为实际上正常的情况之下老师一定会以实体授课的进度为进度，那么因此线上的大概都会跟着在实体上面大概整个进度上都会做到一些说一白话一点就是拖累吧。那这整个的课程的相关的规划
其实可能都必须要重新思考，而不是用旧的进度方式。那老师们这部分只希望一件事，如果实施分流，一定要有两套专业系统。目前这样看来，最成功实施的国家其实就是这样，绝对不能让老师在教室里一面实体授课，一面还要对着摄影机，还有另外一半学生在家里听课。那这样其实我们的经验以及各国的经验都是，那就是谁都教不好。比较成功的方式应该是回到学校里的，因为人比较少，可以并班，在比较大一点空旷一点的场地授课都没有关系。那但是另外一部分的人力就清出来，让他实施专业的线上授课。简单讲，可能班级的建制要重整，有的人可能就是回到实体专门负责实体，有的人可能要专门负责线上。那这样的授课大概才会真的能做到负责任，否则你让老师对着麦对着摄影机同时又对着全班授课，说实在的，说没有牺牲学生是骗人的。我先做以上的报告，谢谢。好，好，谢谢这个易峰啊。那这个我们易华现在在线上啊，我但是因为刚刚我们讨论很多的问题，就是说，我完全同意我们线上的这些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啊，事实上并没有准备好啊。那你疫苗根本就是很明显不够嘛。那开学之前，假定要产生抗体的话，开学之前前两周你至少第一剂要打下去嘛。那是不是可以完全打到疫苗？我说实话，我都怀疑了哈。那以我个人来讲，我是7月14号打摩登嘛，然后我的第二剂是到9月22号才打。9月22号我在三个学校有上课，到9月22号才打第二剂。当然第一剂就摩登纳第一剂的这个保护力是比较强一点。但是如这个刚刚易峰所讲啊，就像面对各种的 variant 一种变异的这个病毒，实际上谁都没有这个把握。所以最重要还是学校那个整个的那个安全的卫生安全的那个环境啊，应该要提升到全国的层次上面来。那这个东西你就应该盘点啊，你不能说教育部，我知道教育部很辛苦了啊，这边我们也是还讲，不会，为面对这个疫情，全国都很辛苦啊。那文也发非常多，要各校其实都注意这个问题。但事实上是学校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嘛？啊，那对这个是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像我一直在各地我都在呼吁说，像英国的例子、澳洲的例子、美国的例子，他们都是至少在各州都拉到州的这个层次来解决各级学校的这个教育问题。然后像墨尔本是以城市为单位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英国是到内阁这个层次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我们现在没有，我们现在教育部还是循正常的体系，反正你就发文发文发文，那最后出了事情，你就每个学校你自己就负责嘛。就跟这个易峰刚刚所讲了，你说每一个个别学校没做好，那就是你个别学校没出了问题嘛。这你很明确就是甩锅啊，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没有一个统筹的处理，没有全盘的盘点啊，就包括学校的卫生安全，你教育部没有尽力去盘点全国需要什么东西，然后对需要多少预算。然后来跟我们委员们商量说，你就把这个预算列进去吧，来让我去做，而且急着在开学之间把它做好。然后另外一个，我是到处很关心的，我每次都问人家啊。那刚好我们德伟现在又回来上线了，啊，易华也在线上面了。这12岁以下，美国现在已经在 Moderna、江森还有这个Pfizer 都已经在实验12岁以下在打疫苗。那我一直在讲说，政府啊，超前部署，超前部署。不要讲说疫苗买的不够了，还要靠民间企业去买啊。所以外面在讲说政府在做企业的事情，那我讲什么东西大家可能都知道，而企业在做政府做的事情，尤其是买疫苗这个事情。那十二岁以下的这个疫苗到底现在有没有，因为委员们可能在立委听到比较多一点，你们的消息更快，我们十二岁以下的这个疫苗啊，到底有没有可能有人去接触，有任何人去接触吗？如果没有的话，我是写文章呼吁过啊，因为慈济是为了学生，慈济买了500万剂啊，是特别声明说是用给学生打啊。那他这个是算过的，因为全国学生大概是124万多左右，就是大学到这个小学啊，全部是我们是100多万，120几万，打两剂的话呢，大概是需要这个250万左右，所以慈济是500万剂嘛，所以他是特别是要给学生打。那我们现在到底有没有谁呢？政府里面有没有谁，或者是民间啊？我不晓得委员们知不知道，说去接触12岁到6岁的，那幼儿园6岁以下，那更不必讲。那个疫苗打下去啊，确实那个卫生安全的部分呢、啊，是需要很注意啊。那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全民，包括也许12岁到6岁，将来都是做小白老鼠啊。因为现在我们所谓号称引号啊，加起来国产疫苗啊。弄到最后没有人敢讲话，我们讲任何话好像都反对国产的样子啊，我也是不太愿意多讲话。易华是不是我的一些忧虑的问题，还有
刚刚各位专家学者所提的东西啊，可以你回应一下，还是你知道什么新的消息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好，谢谢。因为我其实刚才有在路上先听了一下大家的一些发言啊，抱歉，就会群副理事长我有听到，还有刚刚那个易峰理事长的部分都有听到。那要谢谢今天这个高老师，算是很前瞻性的排了这一个这个线上记者会，因为现在是七月，其实也很快，7月20号。一般呢，我们所谓的新的学年度开始，事实上就是8月1号。虽然开学是9月，但是呢，下个学年度其实就要到。但是呢，现在在整个的教育部，起码我们看到的，都还在吵纾困的问题，没有人在讨论到底下学期就九月时候有没有顺利开学的事。所以就像刚刚我同意易峰所说的，不管说台北市的方案好或是不好，要不要检讨，可是起码他抛出一件事，就是开始讨论。因为从我个人角度来看，现在我认为对复学的准备是还不够的。那所以不够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讨论，所以当然不够。也就是呢，现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全国的疫苗覆盖率不够。好，那这第一个问题。因为刚刚讲到说老师的部分，现在只有确定是在高中跟以下的老师在八月中之前会打完第一剂，这是现在目前的确定。但是问题是，大家知道这样子够吗？就像刚刚提到学生的部分，先不讲12岁以下，12岁以下，但是到目前为止，是我知道他们都有在试验，甚至有些要打算在一些国家申请 EUA， 但那个部分的确现在可能还在过程之中。可起码以12岁到18岁的部分，我们看 BND 就算最快时间进来，预估也是要到9月。那再来的话是，那还有一个，那家长呢？因为说实在，因为孩子本身他也是群聚嘛，他一定是群聚。然后呢，你叫他学生不跟学生接触，然后不玩在一起，学生真的也不是那么容易说这么，你要把他一个一个管得那么好。那所以这个部分，那学校为什么本来他就是一个比较容易有可能的感染源？那另外呢，家长本身其实就是整体疫苗覆盖率不够的时候，那我认为就算要复课，也要讨论怎么复课，以及呢有多种的计划复课之后的各种的状况。而且我也认为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叫全台湾一体适用，因为其实每个学校的规模，每个学校的班级学生数其实也都不一样。但重点还是在教育部有没有开始启动这个讨论。我觉得不能呢，就是一直给大家一个美好的一个就一个梦在那边，就是哎，我们九月，因为我现在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九月大家就可以很正常的回到学校，可事实上是这样吗？那所以呢，教育部现在来讲，我们当然是希望九月就可以完全恢复，但是当疫苗覆盖率不够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各种可能嘛，也就是要做各种的计划。而这各种计划，你有没有找第一线的老师，有没有找家长体系，大家来做讨论，甚至教育部你要有一个起头，然后是要授权地方呢应该在这个时候其实必须要启动。就是今年的暑假，我觉得它其实是有很多事情要忙的，就是你必须要做好这些准备。像以台北市为例，虽然提出的方案，但这个方案可能就是没有跟老师跟家长做充分的讨论。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子来做一个从下到上整体的讨论，那如果要复课或是如果不能复课，各种的状况其实必须要有很细致的规定或细致的讨论，才有办法到刚才像刚刚我听到易峰讲的，你各种资源的到位啊。如果真的要复课，那个以前那个吃饭的隔板那是随便的隔板，那你现在要不要有一个比较是
顾就做得好一点，他真的上课各方面都可以使用的隔板等等，就是有太多太多细节，还有像各种的配备，以及呢，如果真的要时需一起做的时候，那老师端的准备是什么？啊，那我们需不需要做相关的暑期间有没有做相关的研讨？就看到红暑假前就一切都停下来了，啊，这个是我比较担忧的事情。啊，那所以再来呢，像今天这样起头之后，相关的讨论一定越来越多。所以我希望政府部门不要是那个每次都是那个末梢神经比较不足啊，就是呢你要敏感性要高一点。所以今天也要谢高老师做这样安排，也许可以找时间呢，可以跟教育部之间我们也可以安排一个对话，那从老师家长的角度来给他们一些建议，让他们起码有些思考上的起头。好，这个部分要谢谢今天高老师安排，然后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真的抱歉，我说事情有点比较多，所以等一下我可能要先下线，然后可能会有助理继续在听大家的发言，要跟大家说要抱歉，谢谢。不，谢谢义华委员啊，确实如此啊。特别刚刚你提到那个台北市的例子，他突然间丢出来，我觉得是好意啊，而且也把这个话题引出来啊。那我这不提任何人，我刚才讲是台北市啊。那确实这个如义华所说的，可能他丢出来是一个 idea。那没有跟家长，没有跟老师啊，没有跟这个学校啊，对，他互相做一个讨论啊，做一个讨论是很重要啊。那刚刚这个义华所讲啊，我们听起来也是蛮，说实话，我是觉得蛮悲观的，两个悲观啊，一个悲观呢是我上次已经讲过，教育部感觉上是无知无觉啊，那看起来好像一些东西啊就停顿在那个地方，好像我们复课了之后，一些东西都会回复到常态一样。那画了一个饼在那个地方啊，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中国大陆讲复课闹革命，他们本来是在全中国大陆闹革命了，我们现在复课是要复课去防疫啊，啊，他这个观念一直没有的，那我们觉得说好像复课就回到过去正常的生活一样，然后也不晓得老师的负担。我要针对刚刚那个那个慧群跟义峰，我特别讲嘛，因为我一学生呢，我调查过他们在学校教书。是在线上教学的老师啊，我问他们说你们大概那个时间上的负担啊，给我最少的讲说他负担的这个增加的时间，一个是讲 1.5 倍，然后多的呢讲到3倍，就是他比平常实体授课从 1.5 到3倍。那这个老师的负担你还要叫他去做，好像要去考虑到那个隔板的消毒啦，要去考虑到进出学校的时候，一天呢、啊、美国的学校啊一天至少是做两次学生进出的时候就要消毒，那这个东西你是叫老师要去做，叫学校行政人员去做，而且现在学校里面都是没有严格的，都严格不足的状况之下，很多行政工作都是老师在做，那老师怎么办？那这个部分就是跟这个刚刚慧群所讲的，那老师啊，我看到最后啊，不只是疯掉啊，这个会搞垮掉，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啊，那心理智商又不够啊，所以这边呢，我再请教一下那个秀美啊。您是在这个护理学会这个地方，假定就刚刚这个义工所讲的，你要学校去有这个护理至少消毒这个工作要学校做，各级学校啊，就包括连幼儿园了、啊，幼儿园我是更悲观的，学校有这个能力说做好这个卫生安全防疫上面的这一些护理方面的工作吗？还有这个能量吗？好，谢谢那个主持人哈、哦，那。真的在学校护理人员的人力其实非常的有限，那像有的学校只有一位，那其实在做这个防疫的这个，尤其是进校园就必须有一个防疫站，在那个区块其实护理人员其实就耗在那里，然后再处理在进出校园有特殊状况的，还是后来有学生可能确诊了，还是说他有身体不舒服的，在后续追踪这个部分的人力，其实如果当一旦有学生有这样子状态，其实我们的那个人力真的是不够，然后在环境卫生消毒的部分我们真的无法做到，所以这个部分就看每个学校的文化，然后是不是大家通力来做就是合作，所以那大部分的学校其实这个部分都会去分工出去，就是可能各请总务处啊，还是说各个系所然后甚至现在有安心就业方案，就是请安心就业
方案的人员来做执行。那不是每，但是不是每个单位都有，所以这个部分是人力是真的是不足的。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我真的也要回应呼应那个杨理事长他刚刚提的，就是我们在实施这个防疫站的时候，真的常常会遇到，就是有不少数啦，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确实有少数的师生是真的不愿意配合所谓的就是一个是量体温，一个是戴口罩。那这个部分我们真的没有任何执行的能力。那今天如果他是老师，然后我们防疫站的可能或许就是是一般的行政人员，是真的很尴尬，就僵在那里。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去执行做所谓的开罚这个动作？这个也是我们期待有机会，是不是很明朗化的这个怎么样去做这个？万一就是在校园里面没有戴口罩，那怎么样去能够落实马上可以达到一个请他要求立刻戴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跟措施？那另外一个部分，我想说时间也是可能有限，我再呼应一个校园安全的问题哈。那大专院校其实面临还有一个问题叫做外籍生。还有这个外籍其实除了学生还有一些外籍老师，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担心也会成为另外一个防疫的破口。那现在安排外籍人士入境，可如果是高风险国家是需要安排到集中检疫所，那后面的防疫措施就是按照这个集中检疫所的方式来运作，这个可能就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他不是高风险国家，他可以安排到防疫旅馆做居家检疫。那居家检疫的14天期满要做一个 PCR 的检测。那现在的检测这个流程它是需要学校负责去监督这个需要做 PCR 的那个外籍老师还是学生就是做安排，而且在有点叫做我们视线范围内去确实落实知道他真的到医院了，而且也做检查了，然后再安全的再把他送回去。那这中间可能就是要需要搭防疫计程车，那这个部分会造成其实学校行政人员的一些担忧，也担心一个防疫的破口。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期待说，是否假设今天他是住防疫旅馆要执行那个 PCR 的检测，就是居家期满的检测，是否由医疗院所还是卫生单位直接安排检查人员直接到防疫旅馆统一做采检，那避免他这个来回奔波的一个风险就是也减少人事成本。这个是站在校园安全这个部分，尤其是外籍生我们期待能够真的落实。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居家检疫期满之后其实还要自主健康管理七天，那这七天学生要住哪里，外籍生要住哪里？那现在没有很明确的规范。那其实像很多学生他们居住的地方，假设他在外面是租房子，虽然他是套房，可是很多他是一栋大楼里面的某一间套房。那这个学生我们想要问的就是，这个学生他是外籍生，从国外刚来，他对台湾人生地不熟，那自主健康管理期间他会不会真的落实做好所谓的自主健康管理的规范？然后他的三餐饮食是不是有人可以好好的照顾他？那没有，他其实就变成防疫的破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期待说在这个外籍生或外籍老师进到我们国内的时候，他的自主健康管理有一个明确的规范，是否也可以就要求他还是需要住在防疫旅馆里面，然后做一个很明确的这个防疫措施，起码21天才回到学校，这样就避免所谓万一有境外移入的情况造成校园的一个群聚的感染。那这个是等于说在校园安全部分，我们期待这个部分也能够有在一个明确的对那个就是外籍生还是外籍老师的一个安全的规范，避免造成防疫的破口。那再来还有一个部分是学校的操场或运动场所，这个部分目前为止也造成学校很大的困难，因为大部分的运动场所是没有围墙的，也很多学校是没有所谓开放校园。那
这个时候也很多民众会进到这个学校里面去使用这个运动场所，那也不见得他会戴口罩，然后也不见得会保持所谓的安全距离。那在学校的人力的情况之下，实在没有能力再去执行这个维护这个校园安全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要怎么去落实，就是造成学校一个很大的困扰。那如果就是希望有一个很明确的，学校遇到这个没有戴遵守戴口罩的，然后还是说在不该出现有群聚而群聚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赋予给学校什么样的一个执行能力，然后真的达到一个防疫没有漏洞啊，还是及时的能够做好防疫措施。那以上就是学校卫生护理学会这边提出期待能够做好防疫没有漏洞的一个建言，谢谢。好，谢谢秀梅哦，刚刚讲那个我非常同意哦，因为现在这几天你看过去这几天那个病例虽然有缓慢的这个下降哦，看起来疫情是控制住，但这是我们比较乐观希望看到的状况。但是我们也发觉说这个是确定的，就是境外进来的这些确诊的实际上都是变种的病毒。那等到这现在暑假很多外籍生外籍老师他回去了，假定九月份再回来的时候带进来都是变种的病毒，那时候这时候怎么办？然后我们的疫苗覆盖率又不够啊，所以学校有可能是变成变种病毒的一个突破口，那到时候非常可怕了啊。那从学校来形成群聚感染之后，然后孩子又回到家里变成家庭感染，家庭感染之后变成社区感染。所以我觉得教育部真的不能等闲视之啊，就是一直命令下去，公文来往返，然后叫地方教育局负责，然后叫各级学校去负责，这是做不到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防疫啊，复课后面一定要加一个复课复学，然后要加防疫，复课复学防疫。我们现在好像复课就变成一切东西恢复到正常了，所以这是我们很忧虑的地方，这也是我们急着在这时候赶快开记者会的一个原因啊。那个一峰刚提了蛮多的问题啊，等一下请您做最后的看看，因为我们时间关系，记者们忙着发稿了啊，他希望听到你们大家说了之后发稿，所以一峰最后可能请你做一个结论。然后在这个之前啊，我希望会群啊，这个心理智商这个部分啊，到底你觉得怎么样子做，教育部应该怎么做去框列什么样子的预算，然后呢你讲了好多次学校的这个智商的这个资源呢、啊、跟护理之间一样是非常欠缺，而且比起护理之间可能还更惨啊。那我到现在为止，我自己我都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在大学里面教书啊，三个学校里面教书，那有一个学校是硕士班，这一班呢有十几个学生，他有三个学生呢、啊、就是一开始上课的时候露脸一下，然后从头到尾啊他就都不露脸啊，等到上课要结束的时候他也还是不露脸，但是他麦克风就开着，但是呢那个像那个摄影像头啊他就是没有开啊，然后交的报告也完全不符合我跟他们讲的这个要求跟条件。那个刚刚大家已经讲了，其实欧盟的国家还有 UNESCO 国家啊，他们最这个低的这个估计啊，就是以这个停课两个月来计算的话，线上教学啊跟实体教学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的效果而已。那这个造成老师不只是时间上的负担，心理上的负担，家长也急啊。然后这个学生将来这个整个的这个学习品质的落后，这将来也会造成心理上的一个压力跟来源，然后校园又没有很充分的这个智商的资源可以给他们用，该怎么办？这个东西该怎么办？如果将来校园里面因为防疫的种种的措施，线上教学的种种，只要出现一个例子，学生受不了这个压力，到时候我们不太愿意讲，如果到时候发生意外的话，那怎么办？甚至于某个家庭可能受不了，单亲家庭，尤其是一个单亲家庭，或者是非常贫穷的家庭里面，他出现这个问题，到最后就我们过去所讲的是，因为是经济上的关系，家里就是到最后做出这个自我伤害、自我毁灭的事情。那这是我们也不愿意见到的东西啊。那这个东西到底那个我们这个慧群兄啊，你有没有什么最后一个呼吁啊？那让这个教育主管机关，不管中央跟地方啊，都能够这个赶快提前做准备，在复学时间能够提前做准备，慧群。好的，谢谢高召集人哦。我觉得这个议题其实呢，我觉得最终哦，还是要回到这个全民对于心理健康的意识哦，还有所谓的政府部门，其实不是只有教育部、卫福部、内政部，或者是
要像我想今天高召集人讲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在疫情期间到底这一些政策的主导性它的层级够不够高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是重点中的重点。因为今天如果层级例如说像我们台湾的心理健康最高层级就是到心口司，一个司级单位你怎么在疫情期间能够去统筹其他部门的资源，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即便我们说教育部的人力规划卫福部的人力规划，其实在这个卫政或者是教育体制里面这个部分应该是要吸收的，甚至就像是那个层级一定要再更提高，我想这一定是国安问题了。对，这个东西其实我想国外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个教育制度做不好未来的几年你就要去承担这个后果了，因为经济会衰退你的国力会衰退。那甚至我们刚刚高召集人讲的这个我们不愿意看见是去年那样子的一个所谓大学生或者是我们以后可能会看到高中职以下的学生在面对这一种我可能不想上线上课啊，我可能很不习惯上线上课，甚至我认为线上课对我的帮助不大，那我可以怎么办？那也许还有家长的压力在背后的压力，老师的一些要求。那如果在各种应该说各种环节里面只是互相去压迫对方的话，那总是会有一些人会被先压垮，那这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对我来说政府真的要能够把心理健康的层级不断的在提高，甚至把那个委员会的层级能够像今天高召集人所讲的是都能够去向国外有所借鉴啊。我想国外很多去年的一些惨痛的经验我们台湾都没有遇到过，但是其实那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机会，真正的能够是先借所谓的他山之石，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规划啊。甚至我们想说九月开学，甚至我们不要说九月开学了，就是未来对于心理健康这件事情能不能更重视。那人力的部分其实我想回应一件事情哦，其实在我们的法规里面它就是不足的现象，甚至很多的学校它都还没有符合法规的要求。所以我也只能说希望教育部能够在盘点人力资源的时候赶快先把法规内该补足的赶快补进去，甚至对我来说疫情期间你能不能够再多编列相关的教育人事费諮商的一些相关的人事费补充人力进去，我想这是一个权衡之下的一个做法，但可能就是要麻烦我们的这些立法委员们或是高召集人这边再多跟政府呼吁了。以上谢谢。 OK， 好，谢谢慧群啊。那个我回应一下就是非常简单啊，然后接着再麻烦一峰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啊。那可能我们今天的那个记者会等一下就结束，因为记者他忙得发抖啊。其实那个谢恩啊，谢恩大家讲说他比较美国式的观点啊，他不只是谢恩啊 ，BBC， 然后很重要，在英国这个地方就是那个 Economist， 就是经济学人杂志，他们都已经用了一个名词，而且这个名词现在在国际社会上已经很通用了啊，就是新冠的一代，他们的英文叫 COVID-19 Generation， 也就是说这个 COVID-19 一定会引起这一代人，而且在教育上面来讲。这一代人的这个教育问题啊，所以他们已经很习惯用这个东西来考虑，而且这是比较超前去考虑事情啊。那我们目前国内啊，说老实话还是相当落后啊。从各位刚看到这个一峰所讲的这个校园的这个各部分的搭配的时候说，因为校园本来是一个是知识嘛，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经验嘛，然后另外一个是 credibility， 就是这个信用，因为你要最后拿到证书，你这三方面。都是学生应该要从校里面得到，那这三方面要全部得到啊，你只是透过线上，事实上是有欠缺，是不可能的啊。那这个东西都是要超前部署啊。那非常谢谢这个秀敏，谢谢这个慧群。那我们现在忙完一峰啊，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好了，好吧？一峰，针对复学，我大概就是五点呼吁。第一个，完整施打疫苗，不再赘述。这完整的意思就是不要打了一剂就把老师丢上去或者学生丢上去。第二个，明确防疫规定，刚刚已经一再强调，包含强制性处分可以怎么做，强制性处分的专业人力在哪里，可能也要麻烦那个主管机关准备好。第三个，购足专业设备，我想我也不再赘述。第四个，分流专业教学，我特别再强调一次，如果真的要复课，我仍然建议要先分流，而不是一次就规模性的全部复课。而分流一定要把老师分成两批人力，一批就是进行实务上的，就是面对面的教学，另外一批就是要线上教学。最后一点，
就是充分专业的资源，也就是学校不可能单单靠老师或现有的编制就能够在防疫期间做好相关的事情，可能还是需要很多的支援系统跟临时性的专业人力进来，这些都可能要麻烦主管机关思考，我们大概才能够完整复课。好，谢谢一峰，我就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今天的这个线上的记者会。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他还是叫我老师，老师，我虽然是中学的老师，我不是无敌铁金刚，他就说我不是无敌铁金刚啊，全国老师们辛苦了，全国的家长们辛苦了，希望今天我们线上记者会，教育部、教育主管机关、中央跟地方都能够听到我们各位线上的专家学者，还有我们立委们的建议，然后真的超前部署，真的动起来。好，谢谢大家，我们线上记者会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再见。再见，谢谢李，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谢谢。